好的，欢迎回到阿元鞭子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宪。今天，呢，我们受邀这个阿元所举办的这个圣诞节交换礼物大会，开心开心。好，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规则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要买两个礼物，然后到现场跟大家玩这个十六格的这个叫做九宫格活动。然后十六格的九宫格活动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矛盾啊？十六格的冰果活动，十六格的冰果活动了。十六格的冰果活动，按照最快连线的人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礼物。我们这次金额决定的方式比较特别一点，就是我们会用这个球，我们待会抽里面的球，里面我准备了五颗，哦，就是个十百千，然后里面对应里面的数字，抽到零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无条件晋升至万元。OK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要用这个我们抽到的金额，两个人分一半，然后去各买一个礼物。你先抽一个，你先把那个个位数抽出来。个位数。你是其他创作者。嗯，我是其他。你才被分割了。没错。个位数是七。好的，邀请到央，你来帮我抽一颗，代表的是十位数。这个这样子看起来像什么？啊、哇，是零吗？零，是零。好，现在抽完总金额是七块钱，因为是零七。你刚刚我排到千的啊！恭喜，运气太好，运气太好。好，我们现在邀请到小齐炫，我们要来抽我们的百位数。百很没压力耶，对，百感觉抽到多少都差不多。你不能把酒抽出来，你酒抽出来的话，那钱就不会，钱就会不会有酒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八，完蛋了。那这样子千位数就不会有八了。千位数就是六跟九。哦，六九，六九，谁在开黄腔？不要乱开人家黄腔，我们初次见面，我开你黄腔，人家这样子会误会我们频道，这是怪怪频道。百位数是八，所以是807块。目前好，那我们邀请我们最后一位，也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，你要选六还是九？对，六九，六九，要左乳还是右乳？不要这样子。三二一，出动！恭喜你。好烂！好，那我们这次抽出的金额呢，就是6807。待会我们会除以二，我跟燕燕各买一个礼物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中山区才买，今天假日人超级多，有点尴尬。那你有想法吗？我是想买大家都可以用的东西啦，我个人比较没有偏心的成分在啦。哦，那我肯定要偏心的，我要去买女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马上去购买，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啊，大概只有40分钟左右。好，那就来购买。有点想买这个哎，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。你说这个吗？你不觉得这个当摆件都很可爱吗？啊、就是我拍照的时候拿在这边，就算我不用也很可爱。可是因为它的实在是超出预算，它要4300，多了1000块，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曹老板，你亲我一下可以了。好，各位，我这次呢完全知道我要买什么。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计划，从你是预谋好的，我没有预谋好，你是故意的。我一走进来，我就觉得，这个会中哎，不管是影片会中，以及这个人生会中，都是很 OK 的。那我这次呢，决定要买的就是戒指，有一点小计划原因在，泰哥一定不会想拿我的礼物，其他女生呢，大部分除了阿元以外，我都 OK 了。你会下跪吗？我会这样。你要单膝下跪是白痴。虽然这个戒指呢只值这个2-3千块，但如果我们未来有这个机会，可能就是20-30万起跳了。你先拟好一个感人的台词，不管是谁都可以通用的那一种。这个认识你呢，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。啊，你跟第一天的是那个小齐炫，小齐炫也是这样讲吗？没有，我们是炫炫的，是不是这么亲密吗？我不敢说。不管怎样，我觉得我这次挑这个礼物呢，应该是很 OK 的，而且应该也很劲爆，而且也非常大胆。对，大胆。我看人生就是大胆。现在我们都几岁了，还不大胆不行。但我觉得我们两个直男选比较没有说服力，所以我们等燕燕下来，然后请她帮我们决定要买哪一个。经过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戴在手上就是比较简约，然后它跟很多东西都比较好搭。那我们就决定买这个啦，我们就决定买。待会呢，我们会在外面拍叶炫到底买了什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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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一个酒的那个美酒礼盒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！这个好帅哦！哇，好味！哎，因为这个酒没有达到我的那个金额，所以我额外又买了两个杯子。哇哦！我跟你说，我这杯子为了你，我买了两个，它上面有洗。我跟你到时候如果求婚成功，我直接叫杯酒就喝起来。我刚刚呢也是因为少了一点金额，所以我又去补了玫瑰花。哎呦，加大我那个求婚的可能性。蔡勇，拜托，待会不要
太努力在我的题目上，把心放在洋洋身上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回到现场啦 ，Let's go。Okay, 又到了回唱，我也听到了我的猜歌。为什么讲话一定变这种节奏？因为这是圣诞节，这是一个西洋的节日，很重要。是西洋的节日。透露一点点，你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激发我们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礼物价值不值得拿，价值很高，很多时候都是最亮眼，绝对实用。而且我有两个嘛，两个都实用。最想要得到谁的礼物？那当然是一样啊，他买最久啊。他想最久，但我跟你讲啦，如果我的没有被抽出去或是什么样，我自己留下用，我都超喜欢。我就讲到这边。Okay. 好，我们下一个问到的是阿元，好，就是我想问你的礼物是什么？你就大概透露个细节，就是让我有想要拿到他的那个。我的礼物哦，我觉得会知道这个品牌的人都是很有品味的人，而且这个东西其实今年还蛮红的，很多人都会特别想要就是出国买这个东西。不见得每个人都舍得买给自己，但是可以获得的话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哎，他这个很会勾人呢，你很适合当那个行销哎。对，这个真的一定好想要哦。一定要抽到。第二份的话是也平常舍不得买给自己，就是季节过了之后感觉用不到了。但是他生活上很有仪式感。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要抽到这个？我刚是在那个流氓的频道说想抽到流氓的，我在你们频道，因为我知道燕燕也有去挑，我有去挑，我想抽到燕燕的，但曹先生不要。我觉得你很适合抽到曹先生，真的，你抽到你会，是好东西吗？可能还会哭。他这次很用心，很用心，你可能就是还会叫真的假的。我们透露一句，他是认真的。好，那尽力争取，争取一下，期待一下。耶、yeah, ！请到洋洋，他怎么样？姐，真的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刚刚买的礼物，就是你大概形容一下它。冬天觉得很需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感觉如果去约会，有这个东西会很加分。第二个礼物就是会让你的头发变得更滑顺 ，YouTuber 或者是每个人用手机都会很常用到一个东西，它是一个 combo， 对对对。哎，这个很特别，不是手机又头发滑顺，这个我想不到。对啊，那你们自己很想要拿到什么东西？谁的？就是今天的，你们很想要。曹立宪的应该是会蛮用心选的吧？很用心，我跟你说，他这次货出去，是女生会喜欢的礼物，女生会喜欢，很漂亮，想抽到，闪闪发亮，但是也有可能会是这样，这么两极，你要么就是这样，要么就是这样，怎么办？哎，每个都想拿，哎，我想要全拿。我很贪心，就看你了不了解喽。好，谢谢悠悠，好期待。好的，现在来到我们安安辫子的环节。耶、yeah ！我先跟大家说，我们的礼物爆炸哦，很爆炸，不生气的爆炸还是好的爆炸？好的爆炸。哦、oh ，哎、欸，你家预防针打成这样，很尴尬、哦。关于你的未来。未来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作答。我们有两个礼物，一个礼物是由我买的，对，然后一个礼物是由我们的燕燕买的。来，燕燕是三月十五，便利商店十五。你有在吃吗？你不会写吧？好屁话！我看你今天是讲话是很真，你真的是很哦。可以跟大家讲，就是记得我喜欢喝什么饮料。如果有跟我相处过的人，你是怕大家猜不到你的礼分数？我在喝便利啊。哎呦，吃烂东西哦、喔！什么烂东西？你们怎么站起来？出镜了，大哥，出镜了！我拿一下我手机，我忘变上出镜，大哥。曹县，你是在看合约是不是？你要查多少资料？不是，我真的不常吃啦。好的，各位，我现在写好了 ，Yeah。那我们就逆时钟开始念。好，来一客。鸡胸肉、爪哇咖喱饭、蒸蛋汤啊，三明治大家都有吧？健达巧克力、麦香红茶、茶叶蛋。那现在我要连线嘞，好快哦！可以啊。皮皮咖啡，哎，那我也要连线啦！阿元以外，我都 OK 了。但我带点私心，这个是我们家燕燕所准备的。你打开，这是什么？酒，我竟然想买的是什么？你是酒。我们待会要用这个酒，用这个杯子来喝这个酒，交杯酒。我要跟谁喝？哇哇哇哇！来啊！
香香对对玩的入鬼哦。我们要进入正式了，我在这个行业称算是这个自肥的天王了。对，所以做这个企划呢，我还是以自肥为出发点。哎，那我想先问一下你，今天第一天看到那个炫嘛？都可以，小琪也可以。那你什么感觉？眼睛很好看，然后那你看他说，对，他看说，然后跟这个电视上面看到一样漂亮。不要去看蔡依红，看他。你干嘛？你看他，你帮他转了好不好？第一眼的话，请问今天是恋爱节目吗？第一眼的话，是你会喜欢那种脸？第一眼，我绝对是给九分的。是你会喜欢的？会喜欢的，肯定喜欢。如果是大学的话，会追吗？大学会，毕竟我大学应该是有办法追到他的。现在还没办法。第一个礼物是这个玫瑰花。什么意思？玫瑰花。好，我们重头戏呢就是。啊，我买了。我们就到这个画面，什么意思？谁来跟我比？来，第一次见面就下跪求婚，既然是命中注定的，那你就必须要好好思考一下，这或许是一个良缘。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便宜的戒指，但或许你的未来可以收到一个更有心意的戒指。你这个回去思考以后。你下半集可能就可以不用那么努力了，努力的部分交给我。哇！好，拉布拉布。好，那我自己觉得有点害羞，所以我们就先录到这边。感谢炫，谢谢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已经结束了。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成功的就是获得了。洋洋的礼物，那这个礼物呢，我自己非常喜欢，所以我会把它留下来。这个是阿布的这个梳子，梳子的部分，因为我已经有收过阿布的这个公关品了，所以呢，我将这个送给我们的叶叔姐。哦，这么好哦！哎，我们会准备一个我们的公司大礼包回馈给我们的粉丝。嗯哼，啊，这个礼包会长怎样呢？你自己收到就知道啊，反正直接是大包的啦。啊，那今天呢，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创作者参加这个活动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他们的影片，都蛮有趣的，我自己也觉得都很精彩。好啦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按分享，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会准备，好出来，我们这次准备了5颗 ，OK， 好，好，我们这次购买的金，好，我们这次金额，没有穿那个。怎样的？这样没什么意义。怎样？他今天有哎，好不好？我没有看，你看一下，其他的你都在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我觉得是穿最低的那一个哎。不是啊，你的太常看，没什么好看。我也会，我会做节目。可以吧？你这是 YouTuber 哎，我这是 YouTuber 是吧？我家庭记录片啊，记录我自己生活而已哦。你这个什么鬼啊 ？YouTuber 鬼才了啦，可以的啦，真鬼才。